消防處潛水員是一份很有挑戰性的工作，需要與時並進。我其實加入了消防處超過20年嘅啦，滅火或者救人的裝備其實真係越來越先進。消防處潛水員以往負責水底搜救工作，今天我哋亦要在高壓環境下進行搜救。我哋接受訓練的要求亦越嚟越高，我哋要做好準備，甚至跳出香港，走在世界最尖端，迎接新挑戰。